愧呀、啊，太热情了，惭愧呀、啊，怎么了？确实惭愧。是啊，马志明，都认识你、啊。何德何能？有、哎、让父老乡亲的观众朋友对我如此的抬爱啊！确实，有什么好的艺术？嗯，为大家奉献。是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确实很惭愧啊。哦，别谦虚。说实在的啊，啊，从打2007年啊，5年前了，我搞了一次这个从艺50年活动、啊。对对对，从那儿以后呢，嗯，从思想上啊，就不是说是告别舞台啊，啊。就是有一种今后跟这个舞台要拉开距离了啊，演出的次数要减少、哎、尽量做点这个案头工作了，幕后了，精神啊，体力啊，嗯，都差。你别看我师哥尹孝生还有刚才这位老师哥田礼和、啊、对，这两位老先生老当益壮，体格好，我这个比他们差。是吗？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不随我爸爸。嗯，你看我爸爸九蒸九熟，嗯，照样老了呀。哎，你打不垮他。那是我随我妈。哦，哎，我妈这是心脏就一直不好。哦，这还有点遗传。哎，头8年呢就搁俩支架。对对对，搁俩支架。嗯，去年的尤其是，哎，又堵了，心梗。啊，对，心梗又来一个搭桥，这大手术。您不懂这搭桥吧？打大腿上蹬一个血管，哎呦，把这开开。嗯，把这心脏绕三圈，好嘛？你这等于铺三条道。嗯，对吧？当然，哎。咱天津啊，啊，这心脏科心内心外，嗯，技术高超，我认为在全国那都得名列前茅，了不起，比不了，嗯，起死回生啊，是，哎，那技术高超，对对对，虽然说是技术高超，但是我这岁数啊，这开膛啊，嗯，怎么着，你也得恢复几年吧，哎，那不是闹着玩的，最近这些年。基本上，嗯，没怎么参加演出。哎、嗯，演出确实不错，特别是这种啊，所谓相声大会，这跟擂台似的啊，你、嗯、这我就有点怵了。这新节目也没弄，嗯，这次呢，这个咱们这个西岸相声馆成立1周年，哦，啊，咱们这个河西区领导呢，这个。对我呀提出要求，非让我上一场、啊、来一个吧，还而且还必须是新节目、啊、要求要新的、哎、这个段子呢现在怎么叫新节目，怎么叫头一回上台就叫新节目，哦，没人听过就行，演一次就完，那可不，现在网这通讯设备太先进了啊，全能，哎，完了啪一播，你明儿再演我听过了，完了，所以呢很难说，嗯，这节目能弄多好，是啊，哎，仗着都是父老乡亲吧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您知道哄孩子，嗯，对吧？好，承蒙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领导呢，嗯，各级领导对咱们天津相声的这个高度重视。没错，特别是要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，天津的这个相声观众，嗯，对我们这个几代人呢、啊，不是我一人啊，我们这几代人，咱们父老乡亲对我们的爱护和培养，嗯、对马家，哎，所以我们才能延续到现在。那可不，是不是马家相声到现在有？120多年了，你这年头真不少。120多年呢，这还得说打我爷爷、我祖父算起。哦，要是从我曾祖父、我太爷算，得有140多年。
那年头更多了。哎，我们家有一特点，我告诉您啊。什么特点？我们家这特点啊。啊，别看那么些辈儿啊，嗯，一辈儿就一个干这个的。哦，我太爷哥仨，就他一人，马成芳、摔瓶、说评书，哎，嗯，干曲艺。对，我爷爷马德禄也是哥仨，辈辈都哥仨。哦，都哥仨，养十个孩子，七个闺女。哦，怪极了，仨小就是怪啊。嗯，哎，我爷爷哥仨，哥仨吗？就他一人说相声，也是一位。哎啊，我父亲亲哥仨，嗯，俩说相声的。哎，这俩了，早早死一个。你瞧，落不住啊，还是剩一个，落不住，就得剩这一个。嗯，到我这辈儿，我爸爸仨儿子，对呀、啊，八个孩子，八个，五个闺女，嗯，给你剩仨小子，多好啊！才接受教训啊，他们都别干了，都别干了，我自个儿，哎，就这个，还是一个，对，嗯。我这后辈像往后都独生子了啊，都一个了，我们哥仨一人养一小子啊，也是仨的。哎，还是仨儿子，不管你怎么折腾、啊、也是仨，你看命里注定的、哎、所以这个就马六甲在十岁左右时候啊说过相声、啊、那俩根本就不干这个，你看还是一个、哎、而且还一点，怎么这每一辈儿之间这个年岁啊，这岁数距离比较大，哦，间隔的时间长。哎，嗯，我爷爷比我爸爸呀大32岁，嚯、哦，30多岁呀、啊，32，嗯，我爸爸比我大31，也30多岁。他1914，我1945，啊，可不嘛，哎，大31，嗯，我比马六甲大36。好，这时间更长了，都拉得挺长。哎哎，一生下来没有一懂事儿，他爸爸就是老头儿。你看看，就这么印象。对，别看源远流长，对吧？马氏相声源远流长，时间长。对，嗯，但是人丁不旺。哦，干这个的少，不是特别兴旺。嗯，每辈就一个嘛，一个，而且这岁数拉得长、嗯、啊，所以得把身体保养好点儿，哎，注意点好。我这个儿子呢，比我小36啊。那可不，从小我一想，咱家没有做官的，辈儿辈儿没有当官的。是啊，做买卖的也不行。那也没学过，又不是书香门第。哦，你说让这孩子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起个名字，马六甲。马六甲。为什么起这名？为什么？还是憋着让他说相声。哦，有好处吗？对呀、啊，马三立。嗯，这名字您记得住啊？好记。当初我爸爸叫马贵福啊，贵福、哦、我大爷叫马贵元。哦，这么排的。他是马贵福啊、嗯、不想腕儿啊，名字不行。哎，人记不住。是，干脆把小名搁这儿吧。啊，小名三立，所以人听一次马三立记住了，这成了。我想给马六甲来这个，你三立我六甲，嘿，哎，这个容易出名。对，当时是憋这个，憋着让他说相声也干这个，哎，或者唱大鼓、嗯、反正干曲艺啊就行了。从小我给马六甲找了一师傅，找师傅了，哎，拜个师傅。谁呀、啊、拜的是那个跟我父亲一块合作那个王凤山。哦，给三爷捧哏那个，哎，也是快板艺术家、啊，嘴皮子好，王派，让他跟他打基础。对对对，算他入室关门弟子。哎，最后一位这王凤山呢，要从门户上说呀，啊，跟我们这是一师之徒。哦，师兄弟。哎，都是朱阔泉先生的徒弟，亲师兄弟。王凤山是大师哥，哎，最大，当家还有几个。嗯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哦，哎，马六甲算他的入室弟子。哦，算马老，算他徒弟。要从这个血缘上说呀，血缘，我是马六甲的爸爸，那没错，对不对？没人怀疑，他是我儿子、嗯、要从这个门户
从这个封建的门户这种师承啊，师承，从这关系说啊，他师父是我师哥，等于我是马六甲的亲师叔。哦，这是门户方面。哎啊，后来呢，王凤山，王老先生病故了，故去了，完了，马六甲披麻戴孝啊，嗯，抱着盆还摔，对对对，很小啊，啊，应该的，哎，把他师傅给送走了，哎，对，送走了，以后一提起这事儿，马六甲呀、啊，特别的难过，哦，还有点想法，感慨万端呢、啊，是啊，一提起这事儿，哎，嗯，他说我呀，苦命啊，还苦命啊，嗯，怎么呢？从小拜师王凤山。是啊，师父过世早啊，撇下我孤苦伶仃的。你看，幸亏呢，这个师叔跟婶子啊，一把屎一把尿给我弄大了。哈哈哈哈是说相声的材料。别原打算让他唱大鼓说相声、啊，多好！哎，甭管怎么个原因吧，啊，哎。没考上，取消，没上了。结果阴错阳差呀，啊，上初中了，要不就没上学，上小学就完了啊。对呀、啊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找着工作了啊，也毕了业了，一直的就是十九年没上台，那是是不是、啊？一直就没干。嗯，这回让他上来也是啊，这个各位这个领导啊，还有主办人呢，啊，撺掇他。让他非得上一个，也是说的根本就不行。我说这十九年能上，甭说他，连我都够呛。也是，哎、嗯，所以说非得让我给他捧。嗯，我跟他说一段，我爸爸有遗嘱。是啊，当初活的时候坚决反对父子同场演出，还真没见过爷儿俩一场的同台行。嗯，你在前面，我在后边，这行啊、嗯。俩人站那儿，爷儿俩逗我爸爸不让，哦，反对这个，我也不给他捧。对，后来主办方啊，就邀请这个这何云伟啊，叫他，哎，俩人临时来一个也不错，也未必怎么样。但是说实的，别看马六甲没干这个啊，啊，一直也在为这个相声啊、曲艺啊、什么小品呢、啊，也做一些工作，一直没离开。哎，今儿上的承蒙这各位父老乡亲对他的这个抬爱啊，啊，也能凑合上一场。关键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墙头，是不是？客气，我给您要不唱两句那个老白云鹏那个。那味儿兄弟，哦，咱听听，哦，唱什么哭黛玉吧，行是吧？当啷当哩个啷当哩个啷哩咚，季秋霜重燕声哀。徐湛东篱陈雅怀、嗯、潇湘馆病倒林黛玉，门儿寂静酒掩苍苔，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应亲的事，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。忽一日，文黛玉的病提到推诿后，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。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我感，实际这
上岁数以后这嗓子不给使唤了，岁数也大，这都是朋友啊，都自己人，自己朋友啊，唱好唱坏您就包涵。哎，我哪天嗓子好，我加上乐队，职工职令给您唱一段。对对对，还得说是，还得说是朋友之间无所谓啊，对，朋友关系，哎，交朋友啊，啊，也得门当户对。哦，这跟搞对象一样，差不多，比那个不在以下啊，比那还严格。两个人的这个经济地位啊，两个人的脾气秉性，哦，文化程度是都得差不多才能交朋友。哎，有道理，才能成至交。对对对，拿咱俩说吧，咱俩，比如说呀，啊，你呀，嗯，是警备司令，哦，我是警备司令，你是警备司令那屁。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招你了。我警备司令，你自个儿照着你像吗？你像去，像不像又不是我，这不你说的吗？打比方，举个例子，假如说你是警备司令，那假的我也高兴。哎，假定说吧，嗯，你警备司令，我司令，我是一个说相声的，说相声，哎，唱快板的，哦，曲艺工作者，山东快书，对对对，咱俩能成至交吗？哎，这是远点，俩人促膝谈心啊，过心不可能。哦，谁不了解谁？那可不，你那儿怎么训练士武啊？怎么练兵？嗯，怎么布防？这都军事啊，我满不懂。那可不，我们这里头怎么前场后场啊？刨活，哎，买块竹子做完板卖，呵，就这东西怎么把控？你根本也不屑一顾，不听啊！你听这玩意儿。咱俩顶多你知道有唱快板的叫什么，那还得有名，不可能没事咱俩坐那儿喝酒，不可能，不易，对，俩人不对等。对，你要是警备司令，那你呢？起码我得副省长。哦，哎，这级别差不多。你是做官的啊，我是为患的，都有两下子。你是大财主，你呢？我是大老板。对，要是没钱啊，你学买卖。你呢？我站柜台啊。都学生意，你卖的是糕点糖果，你呢？我卖烟酒罐头，小买卖。你是剃头的，你呢？我是修脚的，手艺人。你是瓦木工，你呢？我是油漆匠，都是工匠。你是英雄，你呢？我是好汉。对，你是孟良，你呢？我是焦赞。好，你是大葱，你呢？我是大蒜。对，你是精米，你呢？我是白面。对，你要是混蛋呢？你呢？我就不理你了。哎，我不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废话，我好好一人不理，混蛋干嘛呢？我不，这你这可不对啊！怎么不对啊？你这有点没劲了。怎么没劲了？你前面说的都挺好啊，你这么着，我那么着，全都是一样的，对等的。怎么到最后拿我举完例子没你事儿了呢？这人有失手，马有乱蹄啊！说到这儿了，哎，忘词儿了，卡壳，这没办法，这得问问。不对，比喻不出来了，忘词儿了。不可能啊！你这是诚心的？不是诚心的，不是诚心的。啊、告诉你，既然拿我已经举完例子了啊，你也甭跑，你也来一个，必须得说一个，不说还不行，非得说，必须说。你要是混蛋呢？你呢？我准是不懂好歹。你怎么不懂好歹了？我但分懂点好歹，我能跟混蛋在一块儿吗？去你的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下期再见。